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超上妹小新。小新现在准备又去给你们坚持一根。今天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 Mate 30 Polo 橙色的，先看一下素皮的吧。先看一下柜台这里，现在人不多，但是很多花鸡，我特别讨厌花鸡，我喜欢这种亮亮的，看起来手感都好一点的，你看各方面都零瑕疵的，摸起来心情都会好很多。然后我再给你们挑两台 Mate 20X， 这个是6.多英寸的一个大屏幕大号屏幕的手机，像这个也是很亮的一台机子，电池也是4000多毫安的，偏高的，而且性价比巨高，2000左右就可以拿得到这种机子了。十一的话，这两台是128G 的，颜色看起来是干净了一点点，因为白色好看嘛。然后我待会挑一台电池高一点的，毕竟观望机我们要挑最好的。这些是刚刚挑的一些，早上很早就出来挑啦。这些是11 Polo Max， 还有 7P， 还有 8P 都有。iPhone X Max 啊，都是电池非常高的，有观望机什么的。我今天都尽力在挑好一点的机子，每天都差不多这个样子。还有三星 5G 的，基本今天都是 5G 的，安卓都是 5G， 这台 S10+ 加也是 5G 的。Mate 30 Polo 也是 ，P40 Polo 也是，这个是小八代，然后还有 8P， 蓝牙耳机啊，这个是一个手表，猜一下 ，Omega 的，然后还有这个是阿玛尼，还有一些，拜拜。